喂，刘明吗？刘明，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啊，手机关机，微信不回，还有你那个公司说什么交那个物业费，又是怎么回事啊？你快点给我回电话啊，我现在给你交物业费去。刘明，公司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女士，怎么？你这张卡余额不足。你再试试这张。你赶紧给我回信息好不好？这个还是刷不了。根据您提供的行程单来看，您丈夫应该是已经出国了。应该，我现在是联系不上他，他把我这个微信已经给删了。我去公司找了他，发现公司已经关门了。宁先生通知我们关门不再承租的时候呢，还有两个月的物业费没有缴清，后来就联系不上他了。我觉得他可能是出什么事儿了，你要不要看一下这个监控的录像？行程单上的另一个同行人叫温丽，您认识吗？谢谢。认识，这是我的一个朋友，然后他在老公的公司上班。您看一下啊，这是机场入口的这个录像，您看是他们俩吧？刘明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我那闺蜜温丽。哎，你好。她最近刚辞了工作，准备找新工作呢。你那儿还缺人吗？咱们把她招了得了。我那儿缺不缺人，还不都是你说了算吗？你把我说那么强势了。Thank you.